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要拍多久？要到底要不要转过来？我要等你转过来，你到底要拍多久？好啦，这个叉子。虽然我最近比较少拍啦，是因为我的那个218，我买这台几乎都，我什么时候买的？快半年了啦。真假的？真的啊。时间过好快哦，天哪！不过我开很多了呢，我记得去维班汽车应该是买回来没多久就去了。对，维班说下次保养是34000，那我现在33000，所以代表我开了4000公里。那这是提早保养，因为我很讨厌保养的时间是那什么3334、32，你知道吗？所以。我都会哦，慢慢就比如说这次找1000公里嘛，嗯，下一次再找1000公里，那慢慢的我就可以把它调成5000的整数。对啊，哦、我喜欢的3万、3万5、4万，有没有？嗯，对啊，我觉得这样这方面我有点洁癖，比较好记。对，其实32000的时候我就想去了，因为前一阵子太忙了，我想要3000就给它保养了。那顺便啊，我也很急着想要看一下上次有一点渗油的地方，到底这一次变成怎样？嗯。对，搞不好没渗了，搞不好渗更多了。对啊，看一下它那个渗漏的速度。这次我们选择到这个阿吉那边，好久没去找阿吉了。你跟他很熟哎、欸、哈，你现在跟他比我还熟哎、欸、哈。没有，我觉得你应该跟他比我还熟。我只是钱付比较多。我觉得你们应该试一下，有在联络。他妈，厂商都被泰山弄走了。那为什么不去同一间？不是他不好，而是说其实我本来就是要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修理厂。很多人那时候就问啊，比如说菲亚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玛莎拉蒂也好，很多人说啊，怎么不给小陈弄？不是第一个小陈忙，那第二个术业有专攻，真的比较常做高级车款的人，一定是会比较了解。不是说小陈技术不好，好，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经验嘛。所以，我例如嘛，你问我说，哎、欸，小陈，我一台阿法的朱丽叶怎么估？我也不会啊。那代表小陈在二手车界很差吗？也不是啊，就。没有常常在碰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么的有直觉跟反应，好，所以不是小陈不好，我们也不排除没有配合过修理厂。所以我们的观众如果有修理厂，你觉得您对某一台某一种车款很专，或者是你对变速箱很专，你对冷气很专门，你觉得你自己还蛮强的，你也可以咨询我们的那个泰山啊，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就车去，好，让你处理，对不对？帮你推荐一下，我们也 OK 啊，我们当白老鼠啊，我先去试嘛，试你的技术。真的 OK， 你人好相处，我真的免费帮你露出了，没关系啊。嗯，哦，我要付钱哦，修我要付钱哦，对不对啊？我去帮你弄了就啊，那我觉得你根本就很鸟，那这不是收不收钱的问题啊，我可能连播我都不会播啊。嗯，我怎么可以害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大家是互相相互的啦。哎，很多人看我们去的地方都说，哎，这在哪里？这在哪里？啊，其实我们上面都有资讯啊，但是还换一个角度讲啊，我也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跟他合得来，不代表观众任何一个人跟他都合得来，其实真的不太一定，每个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好，所以这个只是说，哎、啊，跟大家讲说，哎、欸，哪边有在专修什么？点上次还有修压缩机的，对不对？嗯，上次对，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我相信这个本来生意很好，店家会更好啊，然后本来这个生意普通的，哎、欸，搞不好你就变得更棒，对不对？好啦，那接下来就去看一下这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花钱啊。欸，这如果这样，我这台车剩半年，剩半年就要卖掉啦。哦，我设定就是一年啦，好不好？我再看第二次，上次花20000多嘛，我记得三万多，其实我也忘了啊，也变成会不会每一次保养都有新的发现，跟那个健达奇趣蛋一样，奇趣蛋，欸，所以它会震动吗？没有，那是奇趣蛋，人家被告。好啦，那我们就去看一下今天会开什么奖。我现在随时要开奖，菲亚特也在开奖。嗯，好，这个这次去看看开什么奖。好啦，那就等一下车工见。来。不一定开哦，先讲好。哎呀，下骹收大机啦，开哦，袂使去下骹啦。哎，这届拄啊好5000定保，它有几个状况，我来这个跟阿吉讨论一下。哎，是，就是一个就是我上次哦顶起来有看到有底壳有一点点油，它上次把它清干净，所以这届我想讲去看麦啊，遐到底清个看一下，到底是啥物状况啊呢？啊，第二个就是这台车有一个就是冷车的时阵啊，哎，因为
我唔捌驶过这种车，你知道？伊个发起来拢有小可安尼，牢固牢固安尼，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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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但是差不多三秒钟了，可能提速就好啊。所以，我发现意大利车嘛，我台菲亚特嘛是安尼。零车开啊，新车零车，零车发起来就会一个咕噜咕噜，甲空难比混合无啥掉迄种感觉，你知道？但是拢差不多过两秒钟、三秒钟，伊家己就稳啊。就这跟环保系统有关系。带来看，还是咪感应器啦，啊是火烛啊、点火啊，是啥我嘛唔知道、感觉就混合比不太对啊。点火的部分啊，或者一些环保到二次回收的部分会有一些问题。哦，是哦，啊，还是爱喏，还是爱清，还是爱。有最干，那个感冒啊，加油啊，油啊，加油。三支雨伞不要关机嘞，哎，对对对，太唔方便，但是有人真正。哈，真正天雷，对不？野外个天雷对不？讲到这，我想到，市面上迄加油站咧推销迄罐咧汽油迄，你感觉迄到底有效？有效，我冇得加啊，效果好加歹安尼啊。是啊，啊，迄到底是啥物效果啊？有把水的，有增加燃烧效率诶，啊，有清喷油水的。啊，有人讲迄罐天雷迄趟有效呢啊？哎，迄个是去把水剂加迄个油精。哈，好啊，我那用诶，会使喷油水啊。嗯、可以洗喷油水，然后 它整个效果会喷出来，然后活塞也可以做清洁。哦，啊，我嘛冇听过有人讲迄啦，听讲迄喷油水内底迄个欧林啥，去有迄假派的。没啦，应该无法搞。那欧林是金属呀，咪塑胶呀。伊应该唔敢创到这高。没，剂量不要用太猛。还有产品有好甲歹啊。啊，对。所以嘛，袂使我袂加，你也知影都一个好诶，靠腰。对啊，啊，我拢常常试啊，试着好再起来买。哦，所以还是要自己当白老鼠呢。哎呀，该先试啊，试了无问题再过来啊呢。好啊，那接下来就麻烦阿吉来帮我。我们来给他看一下。对啊，就这两行尔啦，其他还好。好，哎呀，阿哥那个够用尔，好。来。如果说要下的话，也可以一次。好啊，一次做更换。好啊，它这是两个，是不是？换一个啊，换一个就好了吗？这边已经完全有。我多都唔敢讲，我手一直涂都唔敢讲，我是惊一直讲你有开。不要紧啊，啊换的话建议就是两个，两边一起换。好啊，观众朋友现在看这气片诶，这两支起来哇，最后锵锵偌侪钱，我好要求啊。其他都 OK。好，这一定要到位买较上啊。意大利买上上啊。我想讲是大陆买较上的。大陆是足侪 copy 的啊。哦。大陆的中国行的造价差不多，我意大利买回来更上。啊，足侪人台湾人用讲大陆二手行足上，其实无。我逐个买遐侪超跑零件。哦。我们看一下好了。哦。大陆的 case 大，我都想啊，价钱应该是足白的。这我内底有足侪是大陆的，一比一的。哎。哦，啊加价钱，啊法拉利啊，玛莎拉蒂，又去玛莎拉蒂大陆足侪嘛，足侪。对啊。但是一般赛种车应该无啥会去用。但是是台湾的一寡材料上会骑大陆的行边。哦，甲你讲正像诶，免啦，有镭射标签，有诶无诶遐。看无啊，你看像安尼看无。哦，是啊。一般人看无啊，所以我这是种家己意大利买啊。我用心的才是这，可以将两个看得无同。这个也是有眉角的。这眉角很大，但是不能乱说啊。对，不能乱说。对，这个不能乱说。对，这个不能乱说。这段可以播。啊，可以播，没关系。我们又没有说谁啊。啊，对啊。我没有说谁。没有啦，简单教大家分辨这种盒子的颜色这样啦。而且其实我们的观众应该没有那么多开玛莎拉蒂、林宝坚尼跟法拉利吧？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参考。其实很多零件也不只是这个啦，搞不好双臂的零件也会有啊。其实我们在中国买一些零件，有些时候零件来。它的标签是另外给你的，我只能这么说。有时候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还是要慎选这个店家，信任的店家。说实在，你一般的消费者谁会去研究说怎么分正厂副厂？没有办法，你那一个零件动辄就五万十万了。所以这个跟买二手车一样。对不对？你消费者，你到底怎么会比车商还会看？所以你选到好的车商，你就不用去担心你会不会分辨了嘛。对不对？绝对是最简单的，是最简单的。就像我们一样，早有保障的国内的零件商。比如说你找阿吉，然后他拿一个假的给你，被踢爆，那他就挂了嘛。啊，你来找小师，你又买到事故没跟你讲，那我就挂了嘛。对，对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啊，我他妈这都是消费习惯了、啊，很多在爆料的公司看到被骗，真的很多都是贪小便宜。这个比较黄，不是，我没看。不是啊，这是玛莎拉蒂零件，对不对？对，法国。哪里写法？哦 ，Made in France。对对。啊，这在马弗兰斯啊。对，这法拉利488，啊，这玛莎拉蒂哈。对 ，Gabony 的来。Gabony。Gabony 杀出来。
大力，还是插出来。大力，两个小杆。哎、欸，一样哎。物件小杆，差这小块，啊边都无杆。哎、欸，可是安尼都袂用力啊吧？这不杆，对。对啊，安尼无杆。我最后恁看就是玛莎拉蒂 Q 出来是法拉利。哦，有啦，我看他点火线圈点了马龙加法拉利啊。马龙小杆。哎、欸，但这差几数啊呢吼？这真无杆，这488。哦。哎呀，啊这是458，根本你架。估为458，而且是488哦，所以你才有下。对，我改458就可以用玛莎拉蒂，跟玛莎拉蒂一样的。对，跟本尼那一样的，对，嗯。看到没有？车上是有法拉利零件的啦，买不起法拉利，我有零件呐。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玛莎拉蒂？因为它其实就是法拉利。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到一台法拉利？下次看那个阿吉，如果遇到有法拉利的，再跟我们报一下，看有没有机会买一台看看。真的吗？有啊，很多啊。有干的啊嘞，这吃啊我，太紧，这台还没处理啊嘞。啊，你到六七万啊？无啊，3万贵啊。3万贵难拿呢。顶间嘛是差不多安尼啊，啊这是倒位的夹爪，这个夹爪吓。变速箱跟。曲轴。够不够啊？无啦，那我不够。哎，所以差不多3-4千就是吸心嘞。迄真正有咧捞吼。有啊，曲轴箱捞，最后曲轴有风啊，捞咪上。啊，迄那开起来哎，开起来袂赚钱啊，哎，较麻烦，后壁慢掉，规组慢掉，是啊，换迄个乌林尔。哦，换乌油哦。换引擎甲咪上这接头这一个迄个乌林。哦，乌林啊。乌林，哎呀，电片。你敢要投？可以处理啊，但是就是爱车的老，爱车的老爱老米少。对，这份处理应该能干的话，留着我们到那个五股去处理。其实我上次就是在看这次还有没有在漏的严不严重。确定它是有漏啊，但正常都是曲轴油封按扳亏。因为应该洗清气啊，啊，所以你既然要保养，是不是遐先用？那是米少的部分跟引擎的无关系。你要做一届车老的，做一届做吗？先做好再换油啊。啊，不然就车留着。对啊，就治疗啊。我要拆就再叫来。好，我啊，好快，今天好处理哦。啊，我今天出来，老板出来就简单处理，有没有？出来就变成简单了，怎么会这样子？对，很简单，花点钱就想搞定了。不是花钱的问题，要拍给大家看。看买一台这个回来，我这一年我都会卖掉呢。一年啊，开不超过10万算够省的。对，我就在看一年要开偌济啊。这一年开10万2啊。真的假的啊？真的啦。啊、完蛋了、哦，我还有一半的时间准备要花。你花超过了吗？还没。还没。因为这个里程少，这个车况其实算不错了。那很多玛莎拉蒂真的在维修项目真的很多。啊，你告诉你连一连，我讲连车黑菇。哎，这会处理啊，对啊，我会把火星塞拆起来看一下火星塞状况，好吧、啊，好吧、啊，好了，那我们就把车留着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下课了，这样比较快了哈、哦。啊，老板出门不要让他太累，我们聊聊天就好。哎、好了，那就给大家看这个整理的过程了哈、哦。啊，就这样，走吧。嗯。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P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牌。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Yeah, 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 Stacking up losses, I'm handing them out. Yeah, I had to go delegate. It feel like I'm floating, I'm lost in the moment. I swear I could levitate. They never believed that I would really fly. I had to go demonstrate. I had to set them straight. 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 yeah. 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 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 yeah. I had to elevate. I'm way, y'all, way too fly, yeah, I'm feeling myself. Ain't no chance I'm coming down, no. Got this whole view to myself, yeah. Why would I give it up? Why do they wanna come take my place? I work too hard for it, don't need a replacement. It's my vocation, now I got rollies all in rotation. Hop on a jet just to take a vacation. Remember the moments we was trapped in the basement. Now the hard work is all taking me places. Squatting on bed like we trapped in the matrix. Bet on myself and go ball out in Vegas. Living a life like I'm rich and I'm famous. Don't see the grind that I know that it came with, oh.They never believed that I would really fly. I had to go demonstrate. I had to set them straight. They hate when you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啊，终于搞定了。你看那个过程刺不刺激？相信观众朋友看的是很疗愈啊。所以这次就是保养两个引擎角跟这个曲轴油封一个嘛，一个而已，就一个环，感觉为了换那个环，对，下变速箱啊，那个详细的维修表会放在旁边给大家看。然后本次花费应该在6万块左右吧，所以再加上上一次，哎、欸。啊，那个我们影片要像那个，你有没有看到 bump 那个最后那个会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锵锵，有有。本次花费有没有？嗯。所以这台车的花费要从这个买回来，跟第一次的保养换碟盘的，跟第二次的保养跟换这些油封、引擎角哦，还有机油保养，对不对？锵锵，看现在总数已经多少钱？这是要算这个花了多少钱，还是正的？还没卖掉之前都是正的，对吧？卖掉之后才会变负的嘛。没错。啊，是 drink 还是负的？好了，反正这台车我会遵照我的诺言，开满一年之后，我们就拍一个官箱，让大家看看说买一台5年的玛莎拉蒂，这一年里面到底会修多少钱，再跟大家分享。也一定要满一年呐，因为贷款要一年才会到。好啦，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好不好？我们继续拍摄这种各式各样的维修保养翻新影片跟大家分享，要有你的支持，我们才拍下去。下次见，拜拜。ご覧の番組はCL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